至仅限100人参加，快上网 events.minacop.sg 报名，在 Max 跨年派对不见不散。2019年即将结束，让 Yes933陪你回顾这一年的点点滴滴。从12月17号起，留意 Yes933官方脸书，Facebook.com/Yes933，在置顶贴文留言，和我们分享你2019。 2019年即将结束，让 Yes933陪你回顾这一年的点点滴滴。从12月10号。